老师好，各位嘉宾大家晚安，身体健康。哇，超过90岁的大姐呢，唱这一首阿布的手吼，要温暖到呢，咱在座各位好朋友，你的心呢啊，温暖到呢，你的家庭吼，再次感谢呢，你们热情的掌声。请用我的喜香酒，无人比你较优秀。为我操劳的喜香酒，味得温柔，来为你家里想，全部心思只有我，亲像溪水流在大海，付出无所求，无分离。无分春秋，听听的心无理由。谢谢。安慰我的喜香酒，无人比你较优秀，支持我的喜香酒，味得温柔，卖为着家理想，全部心思只有我，亲像溪水流在大海，付出无所求，无分离暝，无分春秋，听听的心无理由。吴雪兰大姐是我们音乐坊我们的大姐，她真的很疼爱我们。平常呢，他常常会准备自己做的手作点心，他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，请现场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。来，跟挥挥手嘞！来，这阿布为手来，挥挥手，很难得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掌声，谢谢，非常的好听。